刘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帮到你？我要说的是，您千万别害怕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不会怕。您请说。我刚才被人鱼绑架，人鱼是哪一位？不是哪位，是一半人一半鱼的美人鱼。 不是左和右，是上和下。它上面是人，下面是鱼。头呢？没鸡鸡的，它是女的。这女的。 美人鱼啊，电影有没有看？就是那种长头发、身材很好的那种半人半鱼的美人鱼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您继续说。他疯狂的追求我，说我很帅，是为谁不知道的。然后把我绑架在就在青龙湾那一带，全部都是人鱼，还有八爪鱼。八爪鱼，出去那么长，直接缠过来。珊珊拿起刀，然后直接手起刀落，咵就，然后我就跳到那个海里面，我就像人。 你又笑什么？我想写高兴的事情。什么高兴的事情？我老婆生孩子了。你又笑什么？我老婆也生孩子了。你们的老婆是同一个人？不是，是同一天生孩子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没在开玩笑。 对，啊，喂，哎，我们言归正传，那个，您刚才说的这个美人鱼，漂亮吗？它不是漂不漂亮的问题，它真的是那种很少见的那种，它的眼睛像绿豆，鼻子像头蒜，牙齿尖尖的，很可爱。 遗憾的是，那天太黑，没能看清楚他的胸。你欺人太甚！我忍你很久了。我老婆生孩子了，你明明在笑我，你都没听过。刘先生，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无论多好笑呢，我们都不会笑，绝非忍不住。不如这样，刘先生，你先回去，等消息，我们一有进展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行，你们赶紧出去，好吧？很危险的，多带点人啊。 刘先生，你有什么要补充吗？刘先生，我相信你，你堂堂几千亿大老板，难道会编一个这么低能的故事来骗我吗？神经病才不相信你啊！说起来，我刚认识一个很棒的神经病医生，我现在就叫他赶过来。 你叫神经病医生过来干嘛？一起玩呗！你也当我是神经病？你他妈也不相信我！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我！